等等，这块是 B 区跟 C 区，那个德才他说他来试一下，反正给他也是40块钱硬补喽。你看 B 区跟 C 区这边的茶子好好的，这边是这里。Hello， 今年估计茶子比那一年都要多一些。你看了，每一株都掉满了。株株都有挂满了，而且果子又大一个。看了，你看这株，看这株，看这株。